谢谢他们。好的，那这边呢要来补充一件事情哦，现场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哦，尤其是在我们舞台上跳舞的小朋友啊，依据联盟的规定啊，我们在离开座位的时候哦，包含在舞台上，所以也是要建议小朋友哦，如果你这边没有戴口罩的话呢，哦，赶快回去戴着口罩。我们这个从这个这礼拜开始哦，我们如果说离开自己的座位的话呢，我们在舞台上都要戴着口罩哦。谢谢大家的配合，那也请呢这个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再次的来提醒一下。